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，接下来我们带您来到台中北屯这家冰店，很有创意，老板在冰上撒上的这可是咸香的肉松，肉松变成了雪花冰的好搭档，尝起来一口甜一口咸的冲突口味，不少人第一次吃，但是一吃难忘。同样在台中地区，位于在南区的冰店，这家店竟然用日本料理当中常见的喷枪来炙烧雪花冰，控制火候不但不会让冰融化，多了一股淡淡的酥脆焦香，创新的吃法口感如何呢？马上带您品尝。炎炎夏日吃冰消暑超享受，但甜滋滋的雪花冰碰上咸香肉松，这种跳痛吃法你敢尝试吗？一甜一咸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应该不会尝试，因为很怪的组合。大家都说怪，但台中北屯这间冰店最有人气的招牌冰品就是芝麻肉松雪花冰。一开始是有一个硬脚虾车对他们来，然后客人说：“老板，冰上面可以加肉松吗？”后来我就给他加一点点看看，那吃了之后说：“哎，很好吃哎。”结果我就推出芝麻的肉松雪花。这个美味的意外成为老板的灵感来源，选用加入豆粉的肉松，口感细致松脆，酥香肉松如细雪般覆盖香浓芝麻雪花冰，吃来甜中带咸，酥脆又绵密，让人一吃就上瘾。冰砖很香，外面也很好吃哦，然后尤其又加了肉松就更香，然后肉松很好吃，加上去脆脆然后冰冰的。出乎意料的组合还有它，芒果薄荷雪花冰，冰凉薄荷搭上酸甜芒果，淋上浓香炼乳，竟是意想不到的好滋味。外面市售都是牛奶配芒果，可能没有吃过薄荷配芒果的感觉，就很特别，就比外面那种牛奶还要清爽，不会那么腻。除了冰品特别，这里还流行吃冰配上麻辣锅，一口冰一口麻辣，虽然奇怪却不伤身。一开始我就问客人说：“你们这样吃好吗？”就他说：“我们每次吃完也都没有事情。”那我回去想一想，应该是我的麻辣的汤头，又没有加一些化学的香料。麻辣锅底自己炒，蒜头、肉燥两种豆瓣酱一起拌炒，味道更有层次，呛辣香气瞬间扑鼻而来。麻辣汤的咸香呛辣，让豆腐、鸭血都很入味。搭上 Q 弹泡面和软嫩半熟蛋，再配上一盘冰品，就是最夯的吃法。它这个吃起来非常的香辣，包括它的豆腐跟那个鸭血。然后我们吃完之后都会点个冰，然后来消消暑这样。同样冰品大走创意风的是台中南区这间冰店，在这里吃冰居然得用火烧。我们现在来做这个烧冰。才说完烧冰，马上在冰上点火，超特别的烧冰，用火焰炙烧表层慕斯，得控制时间火候，不让下头的冰融化，上层则散发淡淡焦甜香，温热冰凉的双重口感，灵感来自手工饼干。老板把面糊改良，不用任何面粉，只用生鸡蛋和糖制作，选用蛋液最上层的泡泡，才是有附着力的鸡蛋慕斯。鸡蛋慕斯盖上蜜红豆，炙烧后格外酥香诱人，淋上香浓炼乳，外形像是日式大阪烧，吃法也很特别。这个你把它当作那个蛋糕，把烤这层薄薄的切断，把它当蛋糕，挖小小口的，一整口吃，它冰很松软。可口的冰是老板手工特制的方形冰砖，因为我们的冰块是没有添加任何的安定剂或是稳定剂，所以我制造做成方形，因为本身考量到说它甜度本身是会沉淀的东西啊，所以就是做成方形，就是让它每一个面它抱起来它的甜度都是一样的。它吃起来的部分的话，跟外面的话口感很不一样。那上面有一点点微微的蛋香，那有一点点像是蛋糕或是鸡蛋糕的那种感觉。那下面的冰的部分的话，它吃起来的部分是觉得很松软，那跟外面比较绵密的感觉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细致雪花冰搭上满满鲜果也超麻吉，搭配 QQ 香浓奶酪，淋上甜蜜炼乳，让上头的酸香芒果和奇异果更香甜诱人。
说冰沙也不是，然后说它绵绵冰又不像，因为有点甜味。你搭配这个，因为它这个是我点的，这个是就酸的东西，所以吃起来感觉蛮可口的。女性客人最爱的巧克力口味，仔细铺上巧克力慕斯，淋上香浓巧克力酱，就成了诱人的巧克力雪花冰。而且稍稍 DIY， 将巧克力与雪花冰拌匀，还能变身手炒冰淇淋，就很清爽，不会像一般就会认为说，就巧克力应该是会很甜腻的感觉。可是它的巧克力很清爽，很好吃，而且也可以这样拌着吃，夏天吃刚刚好。无论是肉松变冰品，还是冰品又火烧，全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来到台中吃冰，绝对让您夏天消暑也能充满惊奇。